有时候挨我妈骂也是种幸福。妈，我想离职。您实不实？你离我远点去。你咋这么冷酷？那我师傅都跳槽了，我作为关门弟子，我不应该跳槽啊？关门弟子，关门前把脑袋挤了弟子吧？8点钟上班，7点半起来，你这也不是跳槽啊？你这是七仙女跳皮筋，你要多嘚你有多嘚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成宿都睡不着觉啊，我就在那躺着合计，你说我这能力在这儿被掩盖了吗？还就你那两下还用成宿啊？20分钟能合计个来回。是啊，一听说重金成聘，我这把你激动的，哎呀妈，就像老头看着重金求子了似的，那癞蛤蟆跳秤盘呢，你也不到隔音几斤几两的。哎呦妈，那要不这样呢，要我创业得了，你投资咱合伙。你可拉倒吧，妈合伙租船船必漏，合伙养猪猪必瘦。跟你俩合伙，妈那可真是鸡笼里睡午觉，妈睁眼睛哭。当我妈知道我把男朋友也生气了。来，把门给他打开，来。我不。啥呀？我俩约会，我让他等时间长了，他生气了。那你可说点软话，不会啊？我说了，他也不理我。啥不搭理？沉默是金，人他妈那是攒钱的，你敢谈他呢？我主动了，我都道歉了，他也不跟我谈呀。恐怖分子都他妈能谈，太难了。他不理我，咱俩好说好商量，你赶紧出来洗脸化妆去找他去。哎呀，我就去了，他也不能出来，我不去。来，你们开，妈跟你好好唠，妈指定不动手。你净骗人啊！就我都看着你掐个板尺了，你还能不理我？好，我叫你跟我俩对付啊！你最好你这一辈子都别出来。你要出来，你看我捋不捋死你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。东北丈母娘的搞笑一场。我看摸啥给我摸坏了呢？我看看就能摸坏呀、啊、看啥？新买的是吧？花多少钱？佛家东西不能说钱，得说缘。缘啥缘？结缘结的1300元。这个缘呗，那有啥区别？没戴眼镜也看不准。妈干啥？妈，你说结婚是应该找个喜欢我的还是找个我喜欢的？不，你是不是就没屁搁老嗓子？你倒是想找个你喜欢，人家能同意吗？那要饭呢，下晚没地方住，他咋不喜欢大别墅啊？你当初没考上清华咋的？你舍不得北大呀？你也那么能抬杠？对，你是不是就没事闲叨呀？天有雷公，地有海陆丰。我妈给遥控器藏起来，她偷偷开空调，结果伤风了。我说让你就再扎一瓶就能好，你非不去。不去，他妈昨儿这针给我拿了6-7下才扎的。人家他妈看病都能遇到当代华佗了。我他妈就遇到当代李时珍。李时珍呗。就你年轻时候也这么吊吗？妈，你二姨说我是高山顶公鸡叫就能起高调。我二姨说的太到位了啊！我看你这回晚上睡觉还开不开空调？谁他妈能成想三伏天后半夜真凉啊。哎，这真是、啊、倒霉，穿道袍都能遇到苦。妈，你说这人如果能活10000年得啥样？那能啥样？人有的当主上，有的800年还没找对象呢。你说我呗？那你没听过吗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。哼，我也后悔生孩子。你后啥悔呢？那我多才多艺，我努努力，我以后还行能当个成功人士。你有多才多艺咋的？你那退堂鼓打得比交响乐团都好。成功人士，你也就靠支付成功了。你也太能埋汰了。那我不还会配音呢吗？哎呀，就你那口条，热跟夜都分不清。哎呀。
咋的？就你白天吃那个桃罐头，那不就是我给有声书配音一句一句挣来的？现在配音需求大，平台单子贼多，太难的我整不了，我简单的整个零花钱指定没问题了。天天没事整俩点，也不用露脸，省事儿。录好了一交，当时就给我结钱。那没基础我也没事儿，评论区置顶链接报名试听，那老师一对一教学，学会了玩还给派单。但是你指定是学不了了，你牙外八字漏风。你管我的，你给你个人管好得了，咋挂南朝殿北鼓啊？你管好你个人比啥都强。哎呀，你视频呢？你怎么不会忍着点儿啊？你说再问吃什么了，这么臭？那王味得了，你还要配方？你这段你卡着别播出去啊！我不，我都给你放出去。东北妈妈怼银一长枝，离职篇。妈，我想离职，太难了，那总让我加班，我想上那种上三天歇四天的班。哎呀，你加外没加上三天班，整的就像他妈叫你研究原子弹了。那职场一天上班是一方面，还有人际关系贼累呢。那冬假长，西假短，老板扯在哪上保险，那我都得知道。这家知道你是在销售处，不知道还寻你是军机处的呢。不，您那老板他也不是慈禧，你再咋难，你还能难过曾国藩呢？那工作都多好了，你呀，真是悬崖边上扭秧歌啊！我看你是拧得到头了，蝙蝠插鸡毛铃，你也不知道隔夜是个啥鸟了，一套一套的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那老板的绊脚石。谁说的？我还带实习的呢，我一天上班带他们都老累了。哎呀，您那领导可以真信得着你，就你隔夜那裤子都缺一条腿，你还有心叫别人当柴火呢？反正我就想上个容易点的班，不想吃苦了。不，你还不容易啊？你都多容易了，就你那恶臭青年，臭青年容易渴，容易饿，容易挣俩钱瞎嘚瑟。不，今儿个你爸又搁底下给你搬一箱啥快递？你又买啥了？啥啊？我知道了，电话。咱俩的粉丝不都过100万了吗？我合计给大伙发个福利，正好赶上新机上市之前，跟官方争取了一批苹果13库存给粉丝，超级优惠清仓价，国行正品，全国联保。咱也不玩啥拉人的，直接打包好，我就放评论区置顶，能点开就还是有名额，颜色随机，想抢的宝子抓紧啊！你也可以抢，这回省钱了吧？不，你不能管今儿一天省钱，你得天天这样。我这是发福利，谁能让你天天占便宜？你说这俩一天，我给你求根雪糕，吃不吃？啥雪糕？网红雪糕老好吃了，20来块钱一根呢。多少钱？不，一根雪糕20来块钱，我可不敢吃，你吃吧。干嘛呢？我怕你受个高利贷。看看我妈聊八卦时口才有多好。咋的？你咋知道的？那这老些你没带你妈你姐上她那儿挠她去啊？啥事儿？人家事儿你少掺和啊！你又给人出啥主意？人家事儿你少管啊！我闺蜜说她老公背着她给女主播刷了好几十个 W， 气完了。当初结婚她爹妈就不同意，妈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这就是啥？他们反对爹，反对妈，挣钱光光给人花，什么为人吃，为人狂，为人光光赚大钱，咋了吧？你这顺口溜真是张嘴就来呀！嗨。这女人呐、啊，选择很重要啊，你得投对胎，选对郎，抱对大腿，买对房，得买对房呗。那不咋的，人家离婚资产过亿，他俩离婚家徒四壁。那你要让我选，我就选单身。那你说我自己领个左下角3000，我自己画，我不香吗？不，啥3000？你别叫人骗了，我也领3000，尝尝香。尝尝，哎，在这。左下角上线直接送998，厂家亏本宣传，拿详情页离宝马挂机，剩一级就涨20，最高还能整9000。你就整个这玩意儿轻飘飘，你这不香吗？何必一天天家长里短，浪费青春？那倒是，谁能跟你比？你是齐天大圣齐玉马，你想咋耍就咋耍。我来了，我那他俩倒真能离呀、啊。人家事儿你可不行掺和啊！谁能掺和？他还能做梦打仗吗？这还能离婚呢？不，那咋做梦啊？啊！去你离我远点！当我试图跟我妈讲理。妈，嗯，好看吗？不，你又收拾又干啥去？我同学他们喊我撸串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我眼瞅黑了，不行去。我咋前儿看新闻，今儿就忘了是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咱这回男生去的多，那遇到坏人我也不怕。你他妈是不怕，我是怕你喝多了给人家揍了。哎呀，不能，真要给人打坏了，我得多钱赔？你他妈卖肾都不跟趟。我不能。哎妈，咱俩唠一会儿来。因为他们说，就是那个女生晚上穿小裙出去吃饭，那都不是正经人。那遇到坏人就对了。那这事儿你怎么看？那不对呀，那他扔穿的倒厚呢。那光天化日他少遇到坏人了，那你赖谁？赖孙悟空穿豹纹吗？还是赖猪八戒穿露心卡？不，那还是赖人沙僧烫头了。真能赖呀！真能赖呀！话说回来了，咱毕竟长得不像猴，晚上的坏人属实多。那坏人呢，他是思想有问题，他不是审美有问题。那还能永远都不出去？我练过军体拳，我遇到坏人我能支吧一阵儿。哎呀，你可别给破案增加困难了。哎呀，就你胳膊抖了那两下都没有脑血栓抖了劲儿大。真能埋汰人呢，真能埋汰人。你要是遇到坏人呢，你就赶快报110，那就是最大的贡献。鸡抱窝压下蛋，谁的活谁干。东北妈妈的奇葩理解之唯心与唯物。你干啥站着啊？今天没个正事儿。你睡衣说他单位又来批新大学生，想给你介绍，问你要啥条件。我能要啥条件？你就1米8以上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爹妈有劳保，宠我爱我对我好就行。乖，你要是想处对象你就好好说话，你要是许愿你他妈上庙上，我得把钱来还。别找，我不逗你呢吗？哎，那你给大伙说一说你怎么看待唯心和唯物呗。我能咋看待？唯心就是左眼皮跳，好事要到；唯物就是我得赶紧下楼买彩票。唯心就是右眼皮跳，祸事要到；唯物就是大夫说你没休息好，缺觉。就信自己那个好的呗。那不，唯心就是千年古刹有求必应；唯物就是答疑解惑51位。那他俩就不能融合一下啊？能啊，彩票站不共财神爷融合了吗？东北丈母娘眼中的般配。哎，我采访你来，我听说你感冒还没好。咋，体格弱不行啊？行，我听我爸说你这两天这罐头吃的比药都频啊。照你这么吃，那你这罐头应该进医保了。你管我花你的钱了。我爸对你是真好啊。那你咋不去跑步呢？你这么胖都不用跑步减肥，那我以后我也找个不用我减肥的。哎呀，那有数的，猪往前拱，鸡往后跑，各有各的道。那你别你说谁是猪？我他妈年轻点才80来斤，你好意思跟我比呀？以后人家他妈带对象出去，显得英明神武；带你出去，就像他妈带有保姆。人家对象往那一站，资产翻倍；你往那一站，就像是个累赘。我让你说的我都恐难症了啊，那得咋跳啊？哎呀，你记住，好马配好鞍，好衣裳就得好体型穿，缺驴配破磨，那一点都不带错。上词儿了又上词儿了。你想找流光水滑的，那你也得试点棋。嗯，修成预言社，你才能迈入帝王家。那都有数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我还得去跑步啊。那你赶紧去吧，你还寻啥呢？东北妈妈眼中的风水和科学。妈，没事了。干啥？没憋好屁。正门开了个猪肚鸡，咱俩去尝一尝。你吃过猪肚鸡呀？我看你像个猪肚似的。眼瞅夏天到了，不张罗减肥，还一个劲儿吃吃。我才113斤，我胖吗？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。你那语气啥意思？你瞅那腰板都发福成啥样了，还假装不知道呢。我看你呀算是废了。从小淘气，
长大淘宝，相亲淘汰。不行就找地方算算得了，这日子我受够了，是不是风水不好，带个啥玩意儿转转运得了。我跟你说了，人家说了叫带挂件越多越好。啥挂件啊？带金的。我都没用他说，我要唱金沙我用他说。完了还给我个桃木剑，叫我搁安全地方，不让女的跨了，女的跨就不灵了。为啥呀？啥意思？扔的。干嘛扔了？不，你说他说那话说，那女航天员都上天多少个多少回了，成天围他妈地球转，地球他妈七大洲四大洋，一天说不上跨多少个来。他啥证不给他搁了？哎，说那话他一点儿都不可能。你都去算命了，你还搞点玩走进科学呢？跟东北丈母娘聊天，你能截住话吗？我明儿我开工资送你一件，省点花，存点儿。那不行，那我必须花。说的好听，我那是工资；那不好听，那不就是我收那些窝囊气，老板给我的损失费吗？那你那不叫损失费，你那不叫窝囊费了吗？你发现我朋友怎么都事业有成，就我一事无成呢？你得有毅力。我觉我挺有毅力的。哎呀，你这辈子最大的毅力啊，就是天天给手机充电。我也算是自律啊。你要想成功，你一得隔夜努力，二你朋友得行啊。那老话说得好，跟着蜜蜂采花朵，跟着苍蝇进厕所，挨着金銮殿准能长出灵芝草，你挨着臭茅房一掌狗尿排。现在他们从大学都开始创业了，我挣钱老内卷了。嗯，那新闻报那骗子都进去了，还骗他妈死刑犯70万块钱。说明啥？说明啥？说明啊，那能人呐、啊，他从来不抱怨大环境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朝朝天子除能人。你要是金子，你在哪都发光。那我也想当金子，那他们都喊我老铁，那我咋亮啊？我咋发光？哎呀，你一天你瞅你就白粉你那个嘴儿，你就是武大郎卖酸的，人形货拉拉汤。哎呀，你一天你也没个正事儿。我咋没正事儿？我眼瞅9月6号苹果14要上了，我这两天没事我就磨平台，我好不容易整来1000台积压苹果13库存当粉丝福利，那国行正品全国连板我全放评论区了，能点开就还能抢，我这还不算正事儿啊。反正大笔写大字，大人办大事，你过得好赖呀、啊、你被刮得着我就行。还得刮得着你呗。妈，那你说人生金钱重要还是感情重要？那当然是感情重要。那如果是你说一个人如果中了1000万，但是另一半生重病需要999万的话，那得怎么办？风光大办呗，钱能省吗？办了呗就给。你挺大方啊。那要是我怎么办？要你别说1000万，就1亿我也得拿呀。你看还得我妈哦。得了，别玩了，我带下楼带你去喝奶茶。得秋天第一杯奶茶我还没安排呢。哎呀，奶不奶茶了小事啊。你要再不攒钱呢，冬天第一口西北风你指定是喝的。